在明硕研发中心科研团队的不懈努力下，明硕研发的新式铁基湿法脱硫在全国率先实现脱硫撬装模块化生产，其特点是直接将硫化氢转变成单质硫。铁基湿法脱硫是一种工艺简单、工作流容高且无二次污染的新型脱硫技术，克服了传统脱硫工艺流容量低、脱硫工艺复杂、复盐生成率高、环境污染严重等弊端，在正常工艺条件下，脱硫效率达到 99.99%， 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。